子我们带着，骂我们挨着，钱我们给着，所以把你那个一只大凤凰打成一个自己的。小飞比比一天不来台搬床垫了，大 S 全家被轰恶心录音档曝光。这个老头子住着我们家汪小飞血汗换来的这个房子里面，对我们多大的侮辱啊！还跟着表演，你恶心了，你他妈的，你把你女儿害死了，你懂吗？你说是跟汪小飞分手才跟这个大光头
号因为赡养费问题开撕大 S， 开抢你个窝囊废，换个床垫行吗？你给买了世界顶级大牌子的床垫，左试右试，浪费了十个床垫，最后你给换上这么贵的床垫，你他舍得换吗，宝宝？然后嘞，本床就被神出来，是有床王称号的海思腾，基本款就要价百万，最高规格则是1700万，难怪啊，让小费如此心心念念，扛也得扛回来。你就躺下吧。花小费今天要从北京出发去台湾，应该是啊，床垫搞回来，20万的床垫，4年1次的世界杯都没压过。万小飞的风头，中国狗仔跟台湾狗仔一边在北京机场直播，一边在桃园机场直播，大 S 等他付电费，巨君也等他搬床垫，网友呢等他发微博，结果全都等了个寂寞。据悉是王小飞签证出了问题，所以无法登机。他昨天就说今天要来，那就我对他的认识啊，他当放羊的小孩的几率比较大。那你对张奶奶的几率高吗？张奶奶他们干嘛？就现场直播，看我怎么揍他们，先把他们打趴下。打谁啊？很多人这边应该都有被要被打的。我还告诉他们我几点飞机。你可不知道他们那个媒体啊，他们天生就是表演艺术家，他们不是长枪短炮的跟着吗？你看我7号铁就一根教练，看我怎么抡他们。一个月就结婚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当然是他先绿的呀，宝贝儿，怎么给那个台湾那小葛啊？怎么给他递材料？怎么给他钱？怎么买黑粉？你好好搜搜吧。你妈根本就是听你在造谣，在抹黑这一切吧。你直播要流量也不是这个样子，你要直播流量你跟我讲，我帮你撑起来啊。其实我真的不想再干这个局，但是张楠真的太过分了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拿出一点证据。我觉得只要一点点就够了。把他的支线炮火先放一边，张兰主力依旧对准徐佳。22号，他接着发出2000字发文反击。我一直都忍着，对外都夸他好，但内心如刀割。他呀，就是在婚姻关系还载夫载沉中，去抓了另一个韩国浮木，要装作纯洁剩女，在离婚程序还没完成前就迫不及待结婚了。我的傻儿子到现在还相信是真爱，这也是我最不能原谅的一点。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，其实应该。汪小菲就要主动爆料出来说，他因为大 S 的婚姻不忠贞，后来所以他选择离婚，但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件事情啊。倒是你汪小菲在6月的时候就我们拍到这些画面，我一定会把它全部放出来。我心里想就怎么说的人，你再别在这装了。汪小菲对你什么样，你对我好1万倍，你心里清楚。这个绝对是要他命来的，这小的，这小的是最坏的，老的更坏啊，他们仨人绝对上辈子是冤家，尤其是属鸭。我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，汪小菲更忠厚老实，你们从结婚那天我就看出来了，你们在利用汪小菲，榨干了你们一脚踢出来。我是一个我心里想就怎么说的人，你再别在这装了。小飞对你什么样，比对我好1万倍，你心里清楚。对大人是什么样，同心我能都给了他。你们太损了，太坏了，你们知道有因果报应吗？懂吗？懂这个道理吗？你把你女儿快逼死了，你们天天在媒体上羞辱她，不给她留半点面子。我也开始想忍，现在我真不想忍了。我儿子身体都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都被你们害的，别演戏了。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，对吧？如果你们再逼我，我就真的戳穿了。我不顾汪小菲，他天天拦着我，他总是给大 S 留希望，门都没有了，不可能的，你们太狠了。
那因为废弃的床垫是属于大型垃圾，饭店没有办法使用，对，那也没有办法烧毁，所以我们有请专业的回收厂商来针对床垫的部分做回收做烧毁。有的，我们有请回收厂商，我们有支付费用给厂商的。最大多？15,000。对，处理这个厂商这个床垫。不是，因为我们饭店用不到这个床垫啊，这算废弃物嘛？对，所以我们就一并把它处理掉。有请示过老板？没关系，饭店这边是处理的，对。可能不需要，因为这是我们饭店的废弃物嘛，所以就直接抛弃掉就好了。对，那接下来这个废弃物会带去哪里呢？他们会有专业回收厂，因为床垫它是垃圾嘛，对，它只能够烧毁，对，不能够再回收使用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这是大 S 那边运过来的。对，昨天从大 S 家运过来的。对，昨天大概几点运过来的？他不是有抛，应该是下午4点的时候。对，以上。哎，是的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我们收到通知之后，对，所以今天才做床垫的后续处理。稍后会交由厂商来做后续的处理。对，那因为这个床垫比较大，所以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载走，对，所以请厂商在这边做处理。预计应该这两天，这个要按照那个厂商的排程来做处理，这个不是饭店能够决定的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准备。拿新的那个。